前所谓各位表演的这套拳叫做鸣鹤拳。鸣鹤拳呢，这套拳法是台湾地区所极有的。这是由郑显熙郑老师，他在习武的初期跟随着蔡明堂、陈敏明两位前辈学习的，之后再跟黄信贤前辈习得八步连、中川二十八孝、三战的鸣鹤拳。我们谢谢。